听说老许学会了刀削面，娶到了老婆，认真看完吧。准备1000克中筋面粉，10克盐，220克凉水，搅拌成面絮，和成光滑的面团。面团保持硬一些，醒面2小时，铺在案板上，把水烧开，能有多长削多长，一直削到太平洋。煮至面条飘起来，捞出控干水，倒在碗里，加萝卜排骨汤，加点你想吃的猪肉或者牛肉，来点香菜葱花，厚着脸皮向您要个爱心，可以吗？主页有1000多道菜，每道都很详细，不知道吃啥，关注我即可。抖音。